这一生我等得好长，从懵懂少年到孤独的王，这一世我爱得好伤，任你把剑扎进我胸膛。我的战马飞踏，为你平天下，你的琴弦拨动，伴我笑天涯。愿为你舍江山，为你卸铠甲，愿牵你的手，陪你到青丝变白发。将军，末将攻取雁翎城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还有请求？来，但说无妨。虽说攻下雁翎城并非难事，但万一真出了不测，大营派人救援，请将军准许我二叔领兵接应我。小事一桩，我答应你。谢谢将军。务必要记住我父亲说的话，千万不能再喝酒了。还有，记得要提防何暇。放心，侄儿，二叔这点分寸还是有的。此次一定要攻下雁翎城，给咱们贵家好好整整理。好，二叔，那我先走了。千万小心啊。嗯。楚慕然大军在雁翎城外伏击，情况十分危急，请主帅立刻被大军支援。将军，定是在晋梁边境最近突然出现了大批军粮物资，才使他们大大增强了军心，否则晋军根本不可能以少胜多。立刻派员，贵将军。贵长宁人呢？报！贵将军喝醉了，怎么叫也叫不醒。将军，末将去晚了，当我赶到的时候，晋军已全部撤走，永霄军全军覆没。贵言将军战死沙场。燕儿，
众将士们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为什么要整兵出征？为什么要南征北战？是因为我们要让白兰不再蒙羞，晋军大辱，忘了吗？养精蓄锐更待何时？军弱民就衰，老百姓处处受欺凌，所以愿做热血男儿的就随我开疆拓土。开疆拓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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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疆拓土。可在我白兰重整旗鼓之际，竟然出现了这等败类，依仗自己的权势，胡作非为，贻误战机，导致我永霄军全军覆没。我白兰容不容得下这样的蛀虫？容不下，容不下，容不下，容不下。我何暇今日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在我的军中，上至将帅，下至一兵一卒，一视同仁，有讲就有罚。桂长宁，延误战机，目无军法，杀无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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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帅饶命！主帅饶命啊！各位都是我娇艳楼的老朋友，想必这娇艳楼的规矩各位也都清楚得很吧。今日啊，也是我娇艳楼最后一次拍卖，有劳各位远道而来。只要是在娇艳楼竞卖的东西啊，自是值得咱们再跑上一趟的。就是不知道十三娘今日这最后一件到底是什么稀世的宝贝。对呀，什么东西啊？我拿出来看看啊！
来人，在。竞卖会布置早就结束了，他们进来要买什么？回楼主，竞卖确实已经结束了，只是十三娘，她十三娘怎么了？说，她今日还有最后一样东西，也要竞卖出去。最后一样东西是什么？这最后一样东西，小的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这最后一件宝贝啊，当然是非同寻常了。只要各位爷，只要各位爷怎么着啊？十三娘今天只请了咱们几个，想必是已经知道了咱们的底细了。就是说吧，这最后一件宝贝到底是什么呀？对呀、啊，什么呀？啊、说呀，就是啊，什么宝贝啊？外婆，说呀，说吧，就是十三娘。楼主说，就是我燕十三娘啊。啊，什么？这真的假的？这是啊，我没听错吧？好啊！怎么样啊，各位爷？可还对这次拍卖的物件感兴趣啊？有啊，有，太有兴趣了！只是十三娘真的要把自己当成物件竞卖出去？这又何妨？我十三娘也是一个寻常小女子。不过就是想找一个如意郎君罢了。好，我便做你的如意郎君。说吧，开价多少？对，开价多少？说吧，说吧，多少？多少钱啊？多少吧？好了好了，今晚呀，咱们就把这个规矩变上一变。好啊，十三娘说说要如何变。对，如何变啊？咱们就用笔写在纸上，各位觉得如何呀？好，好，好啊！好，好，好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我江燕楼也是风雅之士聚集之地，今日请来的几位爷，也都是饱读诗书之人。如此，不如就在各位爷开完价之后，在背面附给小女子一首诗。如果这诗真的能如了十三的意，岂不美哉？好啊！好啊，好！三娘，东公子出嫁。东楼主出嫁，十万两黄金。多少？十万两。十万两黄金，可厉害了！诗曰：“君本无心爱良夜，不忍明月下西楼。”
三娘，怎么舍不得我呀？你今日太任性了。任性？堂堂娇艳楼的楼主让我十三找个如意郎君，我不过是照做罢了。别拿自己的幸福开玩笑，叫他们都散了吧。开玩笑怎么样？不开玩笑又怎么样？十万两黄金，楼主对我这么大方，看来十三只有以身相许作为报答了。别闹了，我不在乎你心里有没有那个女人，你不要害怕，也不要拒绝我。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我也不会跟你要什么，我不会纠缠你的，你知道。鬼迷的心窍，
岁。九爷你好。十三娘怎么自己在这儿喝闷酒？是啊，你刚才那位一掷十万两黄金的金主呢？对，那个十万两黄金的金主。那咱们就喝酒，多多喝。那姑娘不嫌弃的很。孟某刚才那千两黄金依旧算数。这算数了。这喝酒啊虽然是好，但可否在姑娘的香唇上让我一亲芳泽？哎，小二，楼主，这些酒是哪来的？哦，回楼主，这是松森山下百里梅林产的梅子酒。百里梅林，此处气候寒冷干燥，哪里来的梅树？楼主有所不知，原本松森山下是什么都没有的，两年前突然有人挖井开渠，专种梅树，这才有了百里梅林。两年前，那你可知道梅树是何人所种，梅酒又是何人所酿？楼主，这个小的就不知道了，只知道咱娇艳楼特意进了一批。特意酿了两坛酒。
就是这两台。这一生我等得好长，从懵懂少年到孤独的王，这一世我爱得好伤，任你把剑插进我胸膛，我的战马飞跑为你平天下，你的琴弦拨动伴我笑天涯，愿为你舍江山为你卸铠甲，愿牵你的手陪你到青丝变白发。把账本先放下，把早饭给吃了。来，他们两个小家伙啊，昨天又睡得很晚，他们醒过来还得一会儿呢。来，子隐一大早就出去收酒钱了，难得有一个清闲的早晨，只有咱们姐妹俩。是啊，难得清闲，却又不舍得那份喧闹。婷婷啊，我们真的要搬走吗？自从我当了母亲之后，我心里想的念的都是长啸，我不能让长啸再涉及任何的危险。我懂，长啸是你的命，就像泽庆是我的命一样。婷婷，明日泽隐把最后一笔酒钱收了，我们就把此事提上日程。他是饿晕了，去冲点蜜糖水来吧。好。水来了。来。大伯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们是谁？我这是在哪儿啊？你晕倒在我们家门口了。啊，恩人呢？多谢救命之恩。大伯，慢点。大伯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哪儿又有灾异了吗？哎，那不是天灾，是人祸呀。白兰郡现在猖狂至极，我们的村子已经被白兰郡一把火给烧了，这能逃的都逃出来了，白兰郡一路烧杀抢掠，已经快到松森山了。白姑娘，
你快去看看吧，出事了。小心啊，吃吧，来。谢谢啊，给。谢谢，谢谢。来，拿着吃。碗在这儿。来。杨峰，我们走之前，我想去找一趟村长。我们不能就这么走。要走，全村的人一起走。嗯，我陪你去。好。这位大哥，哎，跟你问个地方。哦，好。请问，你可知道山下梅林主人家在哪儿？哦。你是说梅林主人家呀？他们家就在前面，你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就能走到。好，多谢。这。这样很危险，知道吗？这水车是我爹造的，是我娘造的。这水车非常精美，造它的人一定很聪明。哼，我娘聪明。好了，回家吧，你娘要担心你。好，传笑，我们回家。听说要知恩图报，乡亲们，咱们到屋里歇歇吧。好好好，来，走进屋去。让我来。来来来，进屋吧。到屋里歇歇。来，大家都进屋吧。大哥，请问这里是梅子林主人家吗？你是谁啊？你怎么知道我们住哪里啊？别紧张，我没有恶意的，我是个筹募军酒的商人，无意中尝到了你们的梅子酒，想拜会你们的主人，谈一笔生意。这百里梅林的梅子酒啊，今天早就卖光了。这位爷，请回吧。哎，前面这位大哥，可否让在下见一见酿酒之人？这梅子酒啊，是我和我媳妇酿的，我就是这梅林的主人。你有什么话说吧。当真？当然当真，这还能有假呀？罢了，不送。
你怎么还闯进来了？要不这样，我想买下整片梅子林，不知道。不卖，这梅子林我们就没计划卖过。赶紧走吧。一万两够不够？够你去买沃野千里了。我都说了不卖不卖。我说你到底走不走啊？你还不走啊？你在下鲁莽冒犯，见谅。阿汉叔叔，刚才那个人是不是坏人呀？不管他是不是坏人，以后记着，要是再见到这个人，就躲他远远的。记住了吗？嗯。长啸，来。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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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汉哥。杨峰。有没有看到孩子们啊？他们去梅林玩了，两个小家伙玩的可开心了。白姑娘。阿汉哥，怎么了？刚才来了一个相貌堂堂、衣着讲究、会功夫的男子。他说是酒商，想跟夫人做大生意。但是我看他又不像什么酒商，言行举止又特别怪异，所以行为古怪，会功夫的，会不会是何侠？我先去把孩子们带回来。好。长啸，泽清，向时间长啸，以为出色的美，长啸。水风如泪，爱如悲，从不害怕梦退，向谁便离后迂回，今生也把你我长相揉一堆。姨娘，等等风景，等等来世的仓促，就像是时间。姨泽清，长相，两个小捣蛋跑哪儿去了？走，跟我回去吧。未知有何方？再看一眼，再看一遍，你怀中的梦，浪迹的风，是你给的承诺。
快快点，快点啊！走走走，那里边还有伞。这个拿好，来了。好，来来来，放这放这，行行行，快点。老爷，东西搬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好，你带着内卷先走，我要去宫里一趟。老爷，这何侠这么对二爷，他明明就是冲着你来的。等他回到云安，你不走，这不明明就是自己把自己推到火海里吗？先王临终托孤，我视公主为自己的女儿一般。如果我走了，公主在宫里就孤立无援了。老爷，公主现在长大了，如今不再需要我这个老骨头了。小的时候，她一害怕呀，就会往我怀里钻，可粘人了。快走，带着所有人走，快走！好，谁都走不了。跪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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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藏着目光，待天下风起云涌是狂放。我此生一直孤芳，可天涯何处有你的发香？天微亮，遥远北方，是烽火烧尽城市灿烂过往。你语言的沙场，有爱上流淌在黄土之上。为战而战，为生而唱，为你抵挡。对月仰望，对天呐喊，对你疯狂。盔甲肩膀，黄粱悲壮，别忘记我模样。无我无名无常，从此随我的心事，从此断茫茫归途。别远想象最深处，我回首来时路，何来繁华的嚣张？烈日当空心灼伤，我永不降服。为战而战，为生而唱，为你抵挡。对月仰望，对天呐喊，对你疯狂。盔甲肩膀，黄粱悲壮，别忘记我模样。